Hello，大家好。今天我邀请到这个我也不懂他是哪里人啦、啊。有人讲他是新加坡人，有些人讲他是马来西亚人，有些人讲他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然后有些人讲他在新加坡出生。其实今天邀请他来咧，想要给你们知道他到底是在哪里出生。所以、但是咧，我们是讲 Hokkien 话，不然讲我们是讲福建话，因为他觉得讲福建话比较亲切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问他几个问题啦。OK，首先我先。恭喜他赢了Commonwealth 冠军啊，就是 Mixed Double 啦。OK，其实 Lucy 多少岁出生？出生你在讲讲，因为家姐人怀疑啊。用 Hokkien 啊。Hokkien 话啦。OK，我是其实多新加坡出世的。啊，看到吗？啊，OK。So 我细细汉我对，因为爸母努力本是槟榔人，So。我细细汉对槟榔个时，都在嗰边读小学。然后 after that 拍球，都在嗰边 start。人家了不是叫我新加坡囝个，其实啊，细汉个时，细汉人都叫我新加坡囝，说其实我是新加坡出生的。So 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嗰啲 commentator 啊，佢哋话唔是讲错个。你讲到是马来西亚出生啦，佢哋讲我槟榔出世个。对对对，其实我也是。我本是唔知，我是通过媒路啊，我话你家仔讲，你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对对对。所以你去，其实新加坡，你会去新加坡拍球啊？我在马来西亚，都是在槟榔读了小六考了册古邦西科咪UBS 啊，考了过后，我是去新加坡 Sports School 读。读样个secondary one 啊，人马来西亚叫 form one。所以我去新加坡啊，我都无过对来槟榔个。其实你是去新加坡时，你是想是爱拍球为主，还是踏车为主？我古邦有想，我爸母是袂话爱拍球，特别个咪放掉学业。OK。所以搞袂。搞个杯，我无放掉学业啊！特别我看一边应该是学业，应该是无问题啦。我学业 OK 啊，超超本有 college 嘛。OK 啊，can speak English 啊。Well now Singapore can speak English 嘛。My English is very very good. Very good 啊。Yeah. Much better than him. I confirm lah. I cannot speak mah, but I try to speak mah. Yeah. So 在新加坡，如果在讲，一些学业啊，教育。读书啦，education 较好淡薄咯，较有保障啦，所以惊我拍未起嘛，惊我拍未起啊，了 at least 个读册做一个 backup 嘛，所以特别嗰时无放掉啊拍球，唔无放掉读册啊，所以话你是 focus 拍球㖏啦，哦 focus 拍球㖏啦，所以你 boss 是新加坡人嘛了？对，我 boss 是纯的新加坡人啊，他的老婆是新加坡人，纯的新加坡人啊，没有 mix 啊。所以其实，你拍球，start拍球啊，你想讲你会成为 Commonwealth 冠军啊，类似下呢冠军的名啊，但是你想不敢想，有的人是拍，一想一敢想淡薄呢，有的人敢想真多，你是怎样呢？我细汉到大汉，我是看你拍球的嘛了。对。然后我无感觉到，我做不到古棒啦，细汉的时拍球，我。每个人打球，大家有一个目标的嘛，对吧？所以，我是坚信我会达到那个目标。所以，Commonwealth 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目标咯。所以达到了，短期国家练国家练 train harder， 然后 after that， 我人都朝上一层的目标咯。所以，把你叫来 after Commonwealth， 你目标是啥物事啦？After Commonwealth， 把如我短暂的目标是我被 Fight World Ranking 入到对Top 20Top 20很久了咩？暂时嘛。把如贵，把如贵，把如三十出。OK 啦，我觉得 Top 20先，今年每年我 Fight Top 10，了帮拍 Qualify Olympic 因为其实往 Double Event 都知啦，Qualify Olympic 是不容易的，不像个。single event， 对，我唔是讲single真容易啊。single其实不容易啊，我觉得 double 较容易。如果计想话，我single有通常是13杯 qualify 呢，因为有三个是 wild card， 16队参赛者呢。single 诶，相对来讲都较济，真正济咯，多一杯咯。所以，
白个来路无人经，我执本有战入奥林匹克。其实侬个你在上个 sharing 看，侬到新加坡上个侬个 training schedule 跟马来西亚差唔多个个情况。我谂大大只咧是八点半 start 咯。八点啊，八点半。通常是八点半啦，人家十一点半。十二点了，翻了下晡三点到五点，本是本是十里 session 啦，本是十里啊，一礼拜十里咯，拜三拜三 half day， 拜六 half day， 礼拜都 rest 咯。哦，所以侬诶，你想讲侬诶 hostel 啊，侬诶住啊 ，OK 啊？我当时无 hostel 诶，啊，侬个了无 hostel 啊？我个了是多家己。加卡基哦，你看到吗？你看到吗？如果马来西亚是不是很幸福嘞？是我问他才知道这个东西。今天我没有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哦。当时你要往去 training 时是搭 bus 还是什么？往去 training 诶，either 换车啊，无都是坐 MRT 坐 bus 咯。哦、啊，所以往达达日啊，我家好彩南部啦，我有车嘛，所以我会使换车去免甲人客。MRT 了真济人，住较远的可能伊的路程已经一点钟啊，就提早一点钟，所以可见养运动员本是不容易啦。其实不容易哦，因为如果你 travel time 是其实很累的嘛。对，更了一礼拜，个人开巴休。是哦，是哦。对。哦，所以人食唔是家己食啦，食阮家己，所以养我人无一个 center， 无一个 hostel， 无 canteen 讲 provide 路食啊，所以搞了家己包。所以想讲新加坡其实本无讲食食不了嘛，对。所以 for 路来讲啊 ，sparring 重要 ，sparring。我觉得 sparring 是真重要，但不是全部。不是全部啊。不是全部，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啦。如靠路自己，你看你想要什么。对，你才会去向目标前进嘛。有人你很好的 sparring， 真正好的教练，真正好的环境，特别你无心练，对，无心练的话，你就是其实未完美咯，对。最重要就是爱有心嘛。你看，我看我人有已经有例子了嘛，对，我人有我前边我人有我前边了，马来西亚也是有一个我们其实是小国嘛，算小国嘛，对，我们是资源还没个。sparring 其实是一个问题，说还没数养也成功哎，对，因为养靠自己，不是说靠自己，是靠背后有一个团队，是一定有一个团队，是讲自己的部分，他们很想要，很想要，人家hungry 这样啊，说。那个心啊，让每天练得我是真辛苦啦，我看。如果在了运动员，那是如果爱成功的话，是不容易。达到爱，对。多少年的辛酸，让人家看不到嘛，对。对。其实如不有马来西亚的粉丝诶，我觉得，你在想我阿边唔敢讲。我觉得我们的小粉丝虽然他是在新加坡出生啊，但是我觉得看我们讲福建话也是很亲切，因为我们也是认识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粉丝讲一点。OK， 很多人你是讲华语还是华语啦，随便你啦，你喜欢啦，讲华语也是可以。我觉得很感谢，就是马来西亚的粉丝有 support 我的，然后有 support 新加坡球员的也是，因为你们的 support 啦，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懂吗？所以，请继续支持我们，也继续支持马来西亚的球员啊，不只是我们两国的球员啦，其实，然后还有世界各地的球员，支持百名灯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最终的目标，即使我们现在在打球，以后不打了，我们的目标也是要推广羽毛球，就是让羽毛球成为一个更国际化的 sport 我是希望白明顿有自己的衫，都在 Danny 上面大了这样，说真济人从小都输个怕球，说其实白明顿是很好的。OK， 还有一个东西我忘记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有看到留言，有些人讲哦 ，Danny He 其实他在打球的时候他的人是有一点骄傲。OK， 我先讲我对他的看法先。OK， 我先讲，其实呢。如果你跟我讲那个球员兰西耶，其实每个球员在场地打球的时候呢，还是有他的 character 罢了。然后他
你问我他出来做人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就没有骄傲，然后也容易沟通，对不对？就很好，谢谢。就是没有，这是我，但是有些人觉得，因为你有时候你打球的时候，你的样子给人家看到是很骄傲那种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character， 所以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啊、是很敏感的，因为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对哦，我觉得打球我们在场上啦，我其实我也是有看到 comment 啦，加杰朗讲懒死啊，不用紧，你可以讲你的想法，没有对与错的。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点点的confidence 啦，不是懒死，是 confidence。太善良也不好啊，是吧？然后你讲我懒死，我也讲真的，我不会去理会啦，因为我只是 focus 好我的球。然后我们尽好我们的全力打每一分球，有时候我们喊出来的样子啊，对，你会觉得说别看啊，哇，这样别看啊，但是其实啊，我喊出来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像什么的，对啊，因为汪是全新的投入在 game 里，所以有些球员是喜欢就是挑衅那种、啊、对其实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我不是这种啦，说人家挑衅的话，王文喜 you know OK focus on 我让人 kill 的话 OK 好 good luck Japan Open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yeah. 谢谢 thank you bye bye